尊敬的老教授，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。人类生活在这个世间呢，确实存在三种关系。那么第一种呢，是人和人的关系；第二种呢，是人和天地万物的关系；第三种关系呢，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啊，没有涉及到，但是我们发现呢，这个关系是回避不开的，而且它直接关系到呢，整个人类社会的这些灾难呢、吉祥啊、吉凶祸福，就是人和不同维次空间众生的关系。那么在儒释道就讲是鬼神，在佛法里啊，在佛法里告诉人们，就是人一旦去世之后，他的神识会离开身体。有人很好奇，这个神识到底那个时候是什么状态呢？神识是佛教的名词，在中国人呢不叫神识，中国人叫灵魂。现在西洋人的时候也讲灵魂。那么这个东西，实际上呢，在佛法讲，那个魂不灵，应该是，还是我们老祖宗讲的有道理。《易经》里面讲啊，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。精气为物者，那就是讲山河大地者，是精气变现的。这个动物的时候呢，这个魂，它的速度很大，它不稳定。这个是有道理的，称游魂是很有道理的。实际上它不灵，它要是灵，它怎么会去到畜生道？怎么会去到轮回道？他怎么选择这些呢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嘛！到人间来投胎，一定要投到富贵家里嘛，他是享福嘛，他为什么投到贫穷人家里呢？所以可见这个不灵，确确实实迷惑颠倒。那么他投胎这个事情，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他跟父母有缘，没有缘的他不来。四种缘：报恩的、报怨的、讨债的、还债的，就这四种缘。如果没有这四种缘的话，绝对不会变成一家人，就不发生感应。不会发生感应，不会发生感应，所以通通与过去世的因有关系。如果是报恩的，这个小孩就是孝子贤孙，不教他太孝顺。他是报恩的，就要对父母好。对，他就是好，就听话。如果报怨的话的时候，这个小孩就很顽皮、叛逆，到最后的时候败家子。毁坏家庭。对，不错不错，他是来报仇的。他自己可能也说不出来为什么，但是他就要这么做。他就是要这么做，就要骂父母。对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所以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前世的因。前世也行，他内心里头他有这些积的这些恩怨。他没有能够舍弃掉的时候，那讨债的呢，那就看讨多少，欠多少。如果欠的少的，3岁5岁他就走了，你看你对他的付出，这是就没有了。如果欠的多的呢，还供养他，到大学毕业了他过世了，走了，那欠的多的，这是你欠他的，他来讨债的，那还债的呢？那也看多少，如果的时候他欠你很多，他对你物质生活就供养很丰厚；如果欠你不多呢，他对你物质生活照顾啊，那就很单薄，让你饿不死就好了，绝对没有孝顺心，没有恭敬心，但生活会照顾到，那是还债的。这四种缘呐，不是四种缘呐，不会到一家来。这是佛给我们说的这么清楚，要关系。那么学了佛之后，或者受过圣贤教育之后，他能把这关系转变，所以把什么，把这个家亲眷属变成了法侣，大家在一块修行的同伴，同参道友，那就转变了。所以教育能够改变人生，这个很有道理，
特别是圣贤的教育跟佛法的教育，你接触了搞明白之后，过去虽然有怨不报了，要来报恩了啊！你想到说不管怎么样，父母养你的时候，这也是养育之恩呐、啊。前面就算了，一笔勾销了，那对于这一生父母的养育啊，那他就会报恩了啊，所以他能够转变。哎，欠债的可以不必讨了，要好好的侍奉父母，啊，好好的做一个佛弟子，做一个这个社会大众的一个好榜样，他能转，啊，所以这个教育的功德，这是后天的，这是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同样是去世，在一场灾难当中，那么您曾讲过去向不同，对，这个人是善人，对。那个人是恶人，对，他那个神识将来所感召来的境界一定不一样，不一样啊。这个有个很浅显的例子，大家一想就明白了。人有嗜好，喜欢打牌的一定找打牌的朋友，喜欢跳舞的一定是一跳舞的朋友，他这些俱乐部嘛，他就往那里去了嘛。他们互相看着也顺眼。对对对，他这个相应嘛，啊，所以说呢，天的伦理道德比我们人间高，修养伦理道德，他当然就他肯定到天道去嘛，他喜欢那个地方嘛，那个地方人也欢喜他嘛，一拍即合嘛，啊，他绝对不会到恶道去的，啊，那轨道是贪婪的，嚯。这个贪心重的人他都跑到一起去了啊，地狱是嗔恚嫉妒啊，哪一类他往哪一类去啊，这个就是易经里面所讲的人以群分的物以类聚。所以这个人他一世作恶的话，他那个心坏到了极处，对，不错，去世之后他那个神识感得来的境界就是极恶的，没错，这个极恶的境界佛经上叫地狱。地狱，对，对，是自己感应的，不是别人建筑的。反过来就是天堂。啊、没错，反过来就是天堂。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，人在一生当中何必作恶呢？啊，没有必要去作恶嘛。这一生再苦，我苦过这一生，积功累德，来生是天堂。但是您知道现在人他就是这样说，人去世了，这个遗体摆在这里，你们讲神识我也看不到，他去哪里我更不晓得，那肯定死了就是一了百了啊，我当然要使劲的这个来，我要尽情的享受啊，趁着能多活几天，我对对，这个没有关系，等到他断了气之后他就晓得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那境界性那来不及了，那后悔莫及，是真的，那就是不同维次空间了。对，没错。那会儿他看是不是能看到家里人围着他的遗体在哭？能看到。那他使劲叫也听不到。听不到，不错。哎，一般佛在经上讲，神识离开最快是8个小时，断气之后8个小时。啊，有的人2-3天都没离开，他灵魂2-3天都不离开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这个情识很重，舍不得离开，舍不得。对，不错。那尤其是这个家亲眷属一痛哭，他就、啊、对，不错。那个时候叫佛法叫中阴身呢。中阴身。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跟自己人一样，就像自己说没有这个肉的这个形体，他还是一个人的样子。啊，那有天眼的能看到。但是身体比人是小了很多，啊，大概一般看的好像3尺高的样子。它是飘忽不定的吗？啊，对，飘忽不定，就像孔老夫子所说的游魂，叫游魂，不飘忽不定。那他下一步要去哪里呢？去哪里是他的业感，他的业力，也就是讲他的嗜好，他喜欢什么？财色名食睡啊，没错，喜欢享受、啊，喜欢这享受，他就往那一道去了。那一道是什么？那一道是恶鬼地狱，现的相都是那种相，进去之后了就完了。啊，他被诱惑，
啊，所以这个道理才是真的，不是什么阎王小鬼判的道理，就不是的，是你自己业力所感的。还有人讲是佛菩萨审判，那就更不可能。那没有，绝对没有这回事情。嗯，都是业力变现的，啊，纵然遇到阎王者，也是业力变现的。那如果说到世间的真相，那么如果说到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对，这个身体是个假我，对，就像是一个小的旅馆一样。没错，这个神识这一世只不过是在这儿住上几十年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能这么打比方？可以。那我们所做的美容啊，天天化妆啊，都是在给这个小旅馆装修。没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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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。周围的世界就是个大旅馆。对，不错，是这样的，应该做如是观。啊，所以你就不会执着了。我是在这住旅馆的，这个地方所有权不是我的，我不必去为这个事情操心。啊，你自然就看淡薄了。在佛法里所讲，这个神识还不是真正的自己。不是。有人就想请教您了，这个神识和这个自性是什么关系呢？是迷悟的关系。迷了自信，迷了就叫神识，觉悟了神识就是自信。那跟迷悟的关系，那跟人就是他在世的时候跟这个本性是关系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，就是迷悟，跟这个形象没有关系，跟生死没有关系。没关系。在这次金融风暴的时候，全世界有很多的人非常的悲惨，还有一些人自杀，自杀之后这个人的情况据说是最，在佛经上讲是最惨的，是吧？对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无论用什么手段自杀，他的神识是没有办法去投胎的。中阴的时间很长，在中阴的时候每七天他要重新自杀一次，所以这个很痛苦。如果是跳楼的呢？每七天跳一次。每七天要跳一次。上吊的每七天要吊一次，所以他不晓得事实真相。晓得事实真相的时候决定不能自杀，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有替自己找麻烦啊。所以谚语有一个话说的时候也许有道理，自杀要找替死鬼，他要没有替身的话他自己做不了啊，天天在那等替身，等到了他才能走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迷信传说。哎，你看看出车祸的那个路况，那个地方常常就在那出事情，在那个地方有鬼在那里等着，等替身。中国自古就有一个传统叫慎终归远，对，民德归后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对故去的先人呢，对亡人呢，要存着一份孝心和恭敬心， 对，常常的怀念，这样民风呢就会很厚道。对，以儒释道的智慧来看，对，尤其是以佛家的智慧来看，我们应该怎样纪念灾难中啊这些遇难的同胞。这个要常常在佛法里面呢，这是诵经念佛给他回向，为他祈福，希望减少他的痛苦，帮助他提升。如果他有善根，就过去学佛的，再接触到佛法就很容易啊，很容易觉悟，很容易回头啊。没有接触到佛法的时候，那么闻到佛法的时候，闻佛名啊，这个听到佛的这个佛经的音声，他阿赖耶识里面种种子，这是好事情啊。种子慢慢的累积多了，这印象深刻了，他慢慢就会学习啊，这个学习对他的帮助就很大了啊。佛菩萨六道里头都有。我们这样来纪念这些亡人呢、啊、这些遇难的同胞啊，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的波动的信息，没错，他能感觉得到，能感到，能感到，能感到。
比如，而且他对你的时候一定有感恩的心，有你在帮助他。据说众生去世之后，这个神识比原来要聪明9倍。啊，那倒不一定。要聪明很多。啊，那倒不一定。那倒不一定。不一定。嗯，这个完全看他自己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。每个人并不相等。比如说自己的家人在很远以外的地方，比如说在国外去世了，那在国内的人怎么办呢？也用这种方法？有一样，因为在他们那个上没距离啊，这个时间空间距离没有啊。人去世之后这个神识不错，这3维空间突破了。那人一去世之后，如果他一旦明白了，他不就开始学佛了吗？啊，对，要明白才行，但是就是很不容易明白。你要晓得，鬼神的分别执着比我们严重。他都已经亲自看到他的身体坏掉了，看到身体坏掉，对，是啊，他还想去再找一个身体。啊，就又找父母就投胎啊，他还去找身体啊。啊，这桩事情，你看看美国那个魏斯博士，他出了4本书。完全是从催眠当中让这个人的时候说出他过去生一世两世三世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这个分别执着是多么严重。我们在家里边做很多的善事，对啊，做很多好事，对这个亡人好处会很大，对，增加他的福报。比如说我们做了善事，他有福报，原因是因为这个事情起因是他，对，你是因为他才做的，他沾这个光，如果没有他你就不做了。在地藏经上很明显的，那个婆罗门女不是度他的母亲吗？如果不是他母亲堕地狱，造恶堕地狱，他就不会修行了，啊，不会那么认真去念佛了。因为他要救母亲堕地狱，他要救他的母亲，所以就拼命真干。这真干的时候，他一天一夜的时候，他就能够得到念佛三昧，这个功夫可了不得了。得念佛三昧，最低限度是阿罗汉的这个地位了。那他母亲得大利益了，啊，所以他就有这个能力，地狱现前。啊，他就游地狱。你看鬼王见到他称他菩萨，啊，你为什么是事情到这个地方？这个地方只有两种人可以来，一个是菩萨，一个是受罪的人，除这两种人之外他见不到地狱。所以他就来问他的母亲，他你母亲是谁？是月地利女。哦，他说他3天前就升天了，听说他一个孝顺的女儿的时候，啊，给他这个念这个教化定自在王如来是吧，他已经升天了啊。他不是为这个事情，他自己不会那么用功啊，就这么大的力量。对呀，所以你自己的成就多大，亡人的利也多大。不在于自己掏多少钱放到寺庙里去，那个不相干，那个没有用处的。那你看那个还有个光目女，光目也是为他母亲祈福，但是他的功力的时候比婆罗门女就差很多啊，所以他的母亲的时候也脱离地狱的，又到人间来投胎啊，又变成小孩了啊，在他家里。这样看来，一个家庭啊有一两个做善事的学佛的这人，大福报啊。大福报，对父母来说 真是大福报，对一家人都有福报。我们扩大来说，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做善事的慈善的人士或者学佛的人士越多，那这个国家国泰民安，这个民族的先人没错会更好。没错，而且现前确实是国泰民安啊，真是消灾免难。佛法在中国呀是最兴盛的，对，很长时间。对，如果中国那么多的人口，这个人数增加啊，做善事的学佛的人增加，对这个世界那影响就太大，很大，非常非常大。这是一张世界知名的新闻照片，这张照片呢
当时曾经感动过、震动过很多很多的人啊。这个女孩子呢很小，还不到十岁。这个女孩子呢，因为一次灾难呢，火山爆发呢，因为这个灾难呢，被埋在了这个水坑的下边，她的身体呢被这些建筑物都卡住了，她不能出来。周围那些人呢，围着她救不出来。当时是八十年代的事情。这个小女孩就是这样望着周围的人，一直这样望着。那么大概有一两天的时间，周围的人也救不出来她。最后这个女孩子就这样死掉了。那么这张照片呢，真的是感动了，也震动了很多人。那么现在有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来：这个小女孩才几岁大，她又没有造过什么恶业，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报呢？这么悲惨的就死掉了呢？对，这个果报是前世的，前世的，不是她这一生的啊。所以因果通三世，他前世如果没有恶因的话，他这一生当中不会遇到这个灾难。所以是人在这个世界没有偶然的，我们只看到这个一面，没有看到过去，也没有看到未来。假如说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，在对做这样一个假设，比如说也是这个女孩子，对，她学过佛法，在这个时候她应该做什么？念佛，念阿弥陀佛。对啊，他念佛，一个是得救，一个是往生，那个果报完全不一样了啊。如果说是他也在中国，旁边人都是念佛的啊，那所有的人大家都是念佛，让他听，叫他跟着念佛，他果报就不一样了。如果他寿命还没到，他一定能救出来啊。对，没错。如果他真的是寿命到了，寿命到的时候他就走了，他那个神识去很好地方。不错不错，对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个完全不一样。我记得您还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就是在发生在美国的911，在那个911的事件当中，有的人是跳楼，啊，选择这个方式逃生。我记得您曾经讲过，这个跳楼的人就是在半空中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他也能来得及往生。难。真的，因为往生是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真诚心，没有杂念，是阿弥陀佛决定得生。临断气前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没错。那个最后一念是决定你到哪里去啊！最后一念还是贪生怕死的时候，到鬼道去了。还是嗔恨心要报复的时候，地狱道去了啊！一念的善心的时候，人天。还是糊里糊涂，那就是畜生道。那就是畜生道，对。那一念阿弥陀佛，就是那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为什么最后这一念这么关键呢？不，最后一念是决定来生啊，所以它只有一念。我们念佛，天天念佛，是为了怕最后那一念忘掉了，养成习惯。这一辈子念这个，没错，就是千日念兵啊，打仗就是那一次，就是为了了生死。没错，没错，出六道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啊，这是最大的收益啊！最大的收益就是最后一念。一般的收益就是身体好、健康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这个不是根本目的，对，不是根本问题。最后一念的时候，那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要能够保证最后一念，你对于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，这是种种啊五欲六尘这种要看得很淡很淡，啊，不能受他的诱惑，你受他的诱惑，你临终的时候这个习气一冒出来的话，就去不了了，佛号就忘掉了。我们看到啊，在给亡人做超度的时候，在佛像前有很多的牌位。上面写着亡人的名字，还有他们的冤亲债主。对，这个牌位在佛法里讲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？牌位是个象征，象征，对，也等于说的是给他立了一个座位，座位啊，就他欢迎他来进来，
你没有这个牌位的话，他没有座位的话，他进不来，起作用也是分别执着。他要没有分别执着，他就不受这个拘束了。他进不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有护法神，这是真的。有护法神，你里头列牌位的时候，他里头有名字，他就会放你进来。没有牌位，他进不来。这种事情我们经历很多。那么面对这么多的灾难呢，这么多去世的人呢，大家越来越多有一个体会，救灾啊，要在人活着的时候就救他，何必等到他终阴身去世之后再去给他念佛，再去给他超度。老人家们应该在世的时候，就是这些老人家们，比如说家里的父母啊，对，爷爷奶奶，就要劝他们念佛。没错，在这个时候就要救他们。没错，这个才叫真正孝顺子孙啊。而且的时候自己学佛决定要孝顺父母，如果说弟子规不能在家里落实，那个学佛就不是真的啊。佛是最孝顺的，你看佛在教导我们敬业三福，那是佛教共同的要遵守的三条。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啊。所以不孝父母的话，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去不了，连起码人的那个本性都做不到。没错没错，做人的资格都没有。没错没错没错，不可能做佛。不可能。这个所有的宗教啊，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讲了、啊，这个山有山神，啊，水有水神，对，树有树神，对，这些神到底是什么？这个人就是人的这个灵魂，他没有投胎，附着草木，以这个为他的家，他就住在这个地方，时间久了就变成树神，他住在这个树上，他就变成树神，住在这个山上就变成山神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人有喜欢山水的，他有这个兴趣，有这种爱好，他就会到那一道去了，都是感应嘛，这个能想得通的吗？那在六道里边，这属于鬼道吧？属于鬼神道。有很时间很长的、啊，你看我们那时候听说，这个，北朝鲜。山神有300多个山神，想到中国来找这个，找一个法师，啊，去领导他们念佛，啊，那么在中国遇到一个法师，法师问他，你们做山神多少年了？3000年了。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你为什么不找他？但那时候我们不相信，现在我们相信了。他们在鬼神道3000多年了。对呀、啊，啊，你就晓得说他多么执着，他喜欢那个地方，他不离开。如果山河大地，这个草木啊，丛林是他们家的话，对，那我们现在在天天的毁坏他们的家呀、啊，这个就造成了怨恨。他们报复，所以山崩地裂是他们制造的。啊，还有这些鬼神的时候，如果通通出来之后，把我们的磁场搞乱了，人的思想呢迷迷糊糊的、糊里糊涂的，啊，这是鬼神扰乱我们的磁场。他这样做是抱怨的意思？是抱怨。啊，让你糊里糊涂，让你多做错事情，做糊涂事、做傻事，没错，没错事情。所以他有影响，啊，所以我们每天。诵经给他们回向，就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，不要扰乱社会。我们注意到有些地震的灾区周围啊，密密麻麻遍布着4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水库和大坝。那么每修建一个，就要开山凿石啊，毁坏大量的这个山石丛林的。没错。
还有呢，就是整个的县城一下沉到了水底。对，那确实都是鬼神的家。对，不错。那这个冤结怎么化解呢？跟他们麻烦，非常非常麻烦，他们的怨恨很深。如果那是人家几百年的家，我遇到过，他们来诉怨，所以我劝导他，给他做皈依，啊，但是他们还好，都能接受，啊，我说，这个开山，啊，做这些水坝是少数人的事情，你不能够在这里，这一点怨恨呢，你要把这个坝毁掉，要造成洪水。多少生命财产的时候受到这个灾难，他们是冤枉的啊，对你没有好处。我们这样劝导他，他也能懂的啊。我说决定不可以做这个事情，我说我如果将来能有这个机缘，我跟你们建这个龙王庙。哦，龙王庙过去是他们的一个水神嘛，这长江的水神嘛，黄河的水神嘛，都是龙王嘛。那他现在水坝做起来的时候，他的庙淹掉了嘛，所以他怨恨嘛。啊，过去民间那些龙王庙也好，那都是对另外一个维次空间众生的一种恭敬。啊，没错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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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们也真的有依附在那个地方。哎，所以他那个神庙，一般人去拜还有灵验呢。这个就是由过去学佛的，学佛的时候对于明文理扬没放下，就跑到那里去了。实际上在佛法看起来，这样分析起来，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不神秘啊，不神秘，就跟这个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一样。没错，没错。所以有些人说怕鬼，那细菌就没人怕。对，它无非就是看不见的众生而已。不错，谚语说得好，人怕鬼呀，三分呢。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呢。你怕他干什么？你不怕他，他就怕你，就跑掉了。你怕他，哎呀，这个比我胆子还小，就可以欺负他，给他开开玩笑。人是不应该有害怕他们的心，但是呢，应该有敬畏自然的心。啊，对，不错。嗯，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还最后这么一个问题：和谐拯救危机这套节目呢？让很多人呢非常对您老感恩，对佛法感恩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这套节目的出资人呢，那么非常遗憾呢，他没有能够看到后来的节目，包括今天的节目。我过去呢跟他也认识，对，他的葬礼呢是我主持的。啊。现在呢，我很想替那些对佛法有一些疑问这样的人呢来提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。他学佛十年，而且心地善良，和一般人比起来，他捐的钱已经很多了，还捐过寺庙，印过法宝。他为什么42岁就有这样的一个果报呢？他是信心不足。我一直帮助他，他如果有山西小院那些人的信心啊，他什么事都没有。信心不学了十年，信心不足。信心不足，你看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念佛帮助他，他不念佛，他天天想着，我这个病能好吗？这个就问题严重了，让我们帮不上忙了。如果他坚定的信心，这病决定会好，意念能够转变。他的意念就常常念着，我这病还会好吗？这怎么劝他都能回不转来，劝的时候点头。但是我们离开他的病房的时候，他的念头又起来了，又问别人，我还能好吗？那出了家都不行，不行，也转不过来。那转不过来，所以这个意念很重要。他还是什么佛法底子不深，听经太少。他曾经亲口对我们讲过这样的话，就说您老人家曾经在电话里劝告过他，对，要放下这个贪嗔痴慢，对，说看着他呢还有救，对，陈小旭就跟我们讲了，他说他就哇哇大哭，说我如果不去挣钱，我怎么生活呢？对，是啊，这个钱不需要去挣了，你真的能够的时候，
依照佛法的时候，所以佛法讲的钱从哪来的？布施来的。你多做好事，多帮助别人，你的钱财源源不断而来呀，布施赚来的。要赚来的时候，佛都下海去赚钱了。那能不能说一边赚钱又一边学佛的人还是半信半疑的人？对对，不需要，你要坚定的信心。这样学佛，好像这样学佛是不是不他心不专，意义不大？不错，他不是意义不大，他力量达不到。力量达不到。对，力量达不到，就是信心信念。没错没错，他信念达不到。要是往深处讲呢，是有续业续世的这个业力。那么在这一生当中呢，他从事的行业不是纯善的，这个是佛家是戒救的啊，这是他是宣传啊，劝人的喝酒啊，这个你看看戒经里面你就晓得，古众戒，对，你看看这个你就晓得啊。那么另外说，他演这个戏的时候也有问题。那您说有什么问题呢？不，他就睡于色情，因为表演的时候你人家看到的时候，他会动这个淫欲的念头。哦，看到这个形象，没错，很多人会起这个男女之心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会激发这种这种，这都是不是好事情就这个是在历史上，你细心就观察，凡是做色情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好几乎都没有好下场的。啊，所以说这个你念了凡四训你就知道，你看《于今玉玉造神记》里面就讲得很清楚。啊，特于今义的时候，先生的时候，你看那个造神的时候，特别指定他，虽然你没有淫，你有意淫，你有念头。你的念头没断，啊，虽然是没有这个缘分呢，在形式上没有，你念头有。就是看到这些画面，或者看到这些人，没错，动了这个男女的心，也是造恶业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哦，那这样的节目啊，或者是这样的电影电视流通出去之后，那造的业就太大了。对对，是啊，所以这是一般人不晓得。一般人觉得那是爱情啊，对，不错，是爱情呢，不错，这个是爱情，不是个好事情啊。爱不重，不生娑婆；念不移，不生净土。这个爱不重，不生娑婆，就是男女之心啊，就是六道轮回啊。哎，六道轮回就是男女真爱啊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那我表演这些节目是增加你的六道心，没错没错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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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就是增长你的轮回心啊，障碍你出轮回。那现在我们看看很多企业家他们做的这些产品，做的这些生意，没错，是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有这么混乱，灾难这么多，你也晓得原因在哪里 啊你看这个媒体传播的啊，总的来说就是暴力色情杀盗阎王，天天宣传这个。那看来佛家的这些衣服也是一种教学的工具。是教学，这让人看了之后心生觉悟的心，没错，清净的心，不错呀。影视器具它都是清心寡欲。那像我们很多记者、主持人穿的这些西装，让人看了之后生贪爱心，那这些是造这些名牌的，来做这些表演的，都有恶业，都有恶业，都在造恶业，所以这个社会。他怎么能会好？你说问题多严重？那我们这些都需要忏悔。是啊，是应该要修忏悔。我们在过去呢，曾经有一个愿望，很希望呢，陈小旭能够，不再帮助卖酒了。假如说他是学佛的，他依照佛陀的教育，他依照佛法的这个教导，他能够在社会大众之前。做一个忏悔，就是我错了，我佛劝大家不要喝酒，我劝大家喝酒，那我错了，我向社会大众全天下的人都忏悔，卖酒的人和喝酒的人，你们都应该听佛法的，因为那是自然的规律，你们就不会有灾难了。如果他做这么一个忏悔，那他的功德就不得了了。
他就做了天大的好事了。因为大家都相信他讲的话，他是名人呢。啊，对呀，他那个那就灾难就会化解了。这个一回头还得了吗？你能够叫多少天下人能够觉悟，能够回头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我们原先帮助他，也就是要帮助他这一点，希望他忏悔，希望他回头，希望他讲经说法。啊，但是他不念的这个东西，他天天去念他的病。啊，天天提心吊胆，这个病能不能好？念病，病就重了。如果他要念佛、念经，啊，病不要去理他，那病就会活跃。这意念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你念头转过来，他念头转不过来，我们感到非常遗憾。那佛法教人是知恩报恩，对。那么这些节目都是他出资的。和谐拯救危机都是他来出资，对，是，所以他我们他成以这个功德的话，他就能往上升了。你这个影响力越大，啊，这个效果越大，他的福分就越高，这个不是功德，是福德。啊，这个福德，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，他就升天了。天人的福报比人大。他能够在天道，全都是因为这些。没错，哎，没错。哎，到天道慢慢再修啊，再向上提升。佛法教人知恩报恩呢？对。那我们这些，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人，他是受法宝的益处，受这些教育的益处。对对对，不错。他们很想来感恩呢，这个陈小旭，很想来报答他。你自己报答是，你能够依教修行，就是报答。其他的报答是假的，啊，就是受这套节目的影响，你做得越好。啊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！你这里一回头的时候，这个功德他就是沾一份光啊。这是对亡人最好的纪念。啊，最好的，啊，不在其他的形式，其他形式是假的。真的是完全可以到好道。没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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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。现在有很多企业家，非常的发达。他做的很多产业啊，可以说遍布全球。那么这里边有一些产品呢，似乎和佛法的教导是相矛盾的。比如说卖酒，帮助别人卖酒，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呢？嗯，有问题。有问题。有问题。这个中国在古时候。好像是禹王吧，大禹王夷狄造酒的时候，他尝了一口之后，他就很感叹，这个东西会叫人家商家破产，家破人亡，于是他就拒绝了。大禹。对，治水的大禹。对对对，不错不错，好像是禹王。嗯。那么酒容易乱性，酒醉了之后就会造出杀盗淫妄，所以酒本身没有过失。佛家五戒里头有九戒，酒叫遮罪，不是性罪。杀盗淫妄，你不持戒，你造。也是罪，也犯罪了。酒不是的，酒醉之后啊，犯杀盗淫，它是媒介，让你杀盗淫，所以酒也列入重戒之一。道理在此地。它是个导火索 啊！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你看看，你只要稍微留意，现在社会上这些重大的这些案件。这是刑事案件，你细心就观察，都是喝酒之后干的。那我们知道，现在很多国家，他们这些做领导的是天天都要喝酒啊，都有应酬啊，那不是天天都在危险中吗？不对，这种喝酒的应酬是反常的。
古时候酒是礼礼节，但是那个酒里头掺水，它冲淡了。没有现在这么浓烈。没有，它一定把你肚子沾低，而且酒的时候不能过度。你看从前这个酒杯叫脚，它不是有两根柱子一样吗？它喝的时候这就挡住了，决定没有办法说干杯。哎，你只能尝一点点，哎，他就把你挡住。这个都做这个酒杯的时候，就用意很深呐、啊。老祖宗的智慧。那智慧呀、啊，哎，所以这是一种礼节，啊，但是决定不能够过量。如果那些领导们他们经常喝酒，天天喝酒的话，那对身体健康决定有损耗。那后边那几种杀盗淫妄也很容易去造、很容易去造，那地方老百姓就倒霉了。对，很容易去造，哎，所以佛家对酒是严格的禁止，哎，但是它开源也很多。你比如在中国的时候，医药中药里面用酒做药引，用酒做配方，那都许可的。还有在饮食里面用酒做佐料，啊，做这个配料都许可的，啊，因为你的酒烧在菜里面，啊，取它的味道的，那个不会喝醉的，吃不醉的，啊，总而言之是老祖宗想得很圆满呢、啊，想得很周到啊。我们看到佛经上有这样的话：造酒的、帮助卖酒的、酗酒的，将来堕地狱啊。对，确实是如此。去世之后是那个果报很惨，果报很惨，所以酒不可以不谨慎。还有我们看到就是抽烟，这个香烟盒上啊都有这样的话，比如说我们能看到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烟有害健康，很多科学家也做过这实验，这一口烟里边有3000多种化学物质全都抽到肺里去了，每一支烟能缩短25个小时人的这个寿命啊，能缩短20多个小时，抽这一支烟。那如果按照佛法来讲，佛法讲的是规律，讲的是定律，是必然会发生的。对，如果按照佛法来讲，那这是不是杀生呢？这个是自杀，慢性的自杀。啊，自己抽烟是不错，自杀是自杀。那我送烟给别人，而且你送烟比你还害人。那我禁烟呢？我们大家啊。其实这个最好不要进这些东西啊。佛法烟没有定在戒律里面，没有正规的条文，但是佛的戒有3大类啊，律仪戒里头没有，律就是有文字记载的，这条没有，但是不是律仪戒里头有原则，凡是对身体有伤害的你就要拒绝。那酒对是人，这个烟对人的身体没有好处，是有伤害的。寿命缩短啊？对，不错，他给你带来疾病啊。我敬给别人一支烟，就是在缩短别人的寿命，我这在杀生啊。啊，对，是啊。所以这个是不好的。所以他们有人就讲，啊、大家经常禁烟呢、啊。来来，抽一支烟。有人讲就是来来来，少活一天。这一支烟能缩短25个小时。对，这是在造杀业。对，不错。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恩你。